你在这边马啊，我放弃你看走失火，把车窗摇下来，拒绝配合检查，我们将强制性破窗。不走，明白。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公安交通执勤民警的安全防护能力和规范执法水平，我局公安民警从实战出发，探索研发出安全性高、操作性强的新型右港湾式设卡盘查记战术，并结合防冲撞拦截系统的实战应用，在全市日常设卡中取得显著的成效。该新型右港湾式设卡盘查记战术充分运用现有道路的特点，分别设置减速区、缓冲区、检查区、拦截区、警戒区等五个功能区域，有效保证每个执勤民警在掩体下安全作业，并通过合理布控确保了执勤民警和执法对象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同时，针对民警执法中经常遇到的阻碍执法现象，采取相应的武力等级，及时有效控制现场事态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交通民警的执法控制能力。你好，我们是宁波交警，今天晚上例行检查，请配合一下。您是啊？好，谢谢您的配合，快走。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前方有一辆车有嫌疑，前方有辆车有嫌疑。请看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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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观众，观众，观众，主持人。表，给我们配合。我们是宁波交警局民警。本次执法全程录音录像，希望你配合。因你涉嫌酒驾，现在对你进行呼吸酒精测试，连续吹五秒对着嘴。好。对不起，您喝酒了。经检测，你的呼吸检测结果为119毫克每100毫升，已达醉酒标准，我们将依法带你到医院进行抽血，请你配合，现在上车，到医院去。为什么我要先说话？好，兄弟下车了啊！好，兄弟下车。你好，我们是宁安县公安局交警啊。现在进行一个现场检查，全程录音录像的啊。为什么叫我下车啊？请熄火，请熄火。请你们先把证件给我看一下。好，请你熄火，我证件给你看，好吧？你先熄火的，我会熄火的。先把证件给我看一下，视频交的现金啊。啊？好，这是我的警官证啊。我犯什么法了？看好了啊。你看一下，我看一下。好了，不要动，你可以看实际，但是你不要动手，就请你下来。怎么样啊？啊，我犯法了，凭什么啊？啊，干什么啊？好了，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好了。大警察最厉害了，啊，请听我们说，你说什么啊？好好配合啊！啊，怎么了？我们要对你进行酒精检测，好吧？怎么样呢？请不要冲动！现在你进行酒精检测。当警察最厉害了，警察为凭什么要吹啊？你配合了，我们喝酒，我们没有说话，好吧？请好好说话。我们要喝酒，为什么要吹？请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态度好一点，好吧？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无关人员上岗。怎么样？请无关人员上岗。
第三次警告，我们将使用催泪喷雾，请无关的员到台。啊啊啊！好，放心，警察。啊，你好，我们是宁波交警啊，现在正在执法。我们就拍照片，你们往后拍，拍照片不得了，你们得罪了。赶紧做执法，警察执法，公司的，我拍下照片就执法。你们是文明执法，我们可以啊，你可以拍照，也可以录像。好，在我们公安机关建议不要上公司网络。哦、我上传不是上网络跟你不得干。如果你要上传、啊、请整段视频上传、啊、不要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否则相应的法律后果由你承担，听明白没有？我们随便拍一下、啊、可以，我们随便拍一下，提出证件，提出证件，证件我们有的。欢迎你们进去执法。哎，你这样的态度我们能接受。如果你配合我们检查、啊、我们将减轻你的痛苦，对你进行清洗。涉嫌阻碍我们将对你行采取强制措施。不要不要，求求你了，你放我走吧，我没犯什么事，求求你了。第一次对你警告，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不要带我走，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第二次配合我们工作嘛，不要，求求你，请配合我们，麻烦你了，我知道你过了啊，求求你了。请立刻放手！求求你了，我配合我们工作啊，我们执法全程。请放手！我们将求求你了，坐进去，放我走，放我走，求求你啊！痛痛，轻点！不要反抗，轻点啊！痛。